我的名字是 Orpheus， 曾经是小说家，多年前失忆后就再也写不出能卖的东西，现在只是一个接不到生意的私家侦探。直到我收到一封奇怪的委托，调查一个恶名昭著的庄园，并找到他失踪的女儿。吸引我的除了随信的巨额支票外，还有就是委托函上的名字并不是 Orpheus， 而是一个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化名。荒废了十年的废墟来说，这个房间难得还算完整。我想我得在这里待上一晚了，但这里太黑了，我得在提灯的燃料耗尽前找到替代的光源。墙壁上应该也会有一些。我知道这是心理作用，但这些灯光确实让我舒服多了。那是什么？一架纸飞机，通常属于孩子们的东西，显然是在玩耍时无意飞上去的。灯光惊动了老鼠，把它从吊灯上晃了下来。我很好奇，它的主人是谁。表面上的信息，目前能分析得到的也就这些，看起来是我想他的。虽然利用阅读我可以尝试再现当时的环境，甚至是反过来推断作者的信息。这儿应该就是那个游戏发生的地方。描述中有提到远处主屋的阁楼，这里应该还在庄园，只不过离主屋已经很远。不过现在我得集中精神跟上当事人的脚步。我真应该少喝点酒了。
从字迹判断，应该是男性，右撇子，中等受教育程度。从这里开始，字迹变得更加潦草而狂乱，恐惧使他无法理智地描述自己的遭遇，似乎有什么在追他。但现在我得先找到日记的其他部分，才能判断它的真伪。这些纸上应该还有相关的线索，炉灰、
刻意裁切，也许答案离我并不太远，这里恰好就有一个壁炉。炉膛中确实堆满了厚实的灰烬，反倒是烟道也是，这里一定还有其他秘密。我想我知道为他被牢牢地固定，相当关键的一部分。我想我小时候一定很讨厌睡前读物。这个数量，但现在去找某一本日记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些全部。解释了很多问题，字迹措辞也写，而关于犯人的描写都集中在最后的游戏里，看来又得有个办法了。
致明白游戏的规则了，而我也差不多把日记作者的信息侧写出来
确实有杀戮之而所用的，但我需要更深入的了解。但犯人的信息才是关键，我得知道这疯子下一步想干什么，手法、动机、性格、特质，这些都很关键。It'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. It'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.